华全球赢家早点名，我们看到8:51哦，台指期呢现在正式开盘的变化，台指期一开盘呢就失守了8300点，目前呢这个跌幅有0.34%，那跌点呢是28点，那指数目前最新位置呢在8281点的位置。那再看电子期的部分呢，电子期哦一开盘呢也是出现了比较沉重一点的这个开低哦，那现在呢跌幅有0.42%，那跌点呢是1.35点，指数最新位置呢在319.90点的位置。而金融期的部分呢，我们看到金融期哦，目前的这个指数最新位置呢在1025.2点的位置，那跌点呢是3.4点，跌幅有0.33%。再来看到呢，昨天投资人呢看多的标的呢，前十档的这个权证分别为图表里面的这个 F 普瑞、维生以及华雅科、神达和葡萄王。那我们为您哦，针对这个看多的个股，连结呢发行天数有10天以上，而且成交值前五大的热门权证，观察到这个买进的隐含波动率呢比较稳定的标的，因为这攸关于未来有您要将这个手上的权证卖回给这个发行券商的价格是不是合理。那我们看到第一档是 F 普瑞哦，4966的 F 普瑞呢，隐含波动率呢稍微比较看起来比较稳定的是这个 QL 永丰，代号呢是720404，是深蓝色这一条。而第二档呢是这个车用的2231的维生哦，这个代号呢54凯基呢，呈现的隐含波动率呢是比较稳定的，是036507的54凯基，这个颜色呢是深蓝色的那一条。再来呢，我们看到呢第三档是3474的华雅科，那比较隐含波动率呢呈现稳定的是深蓝色的 FT 元大，这个代号呢是036385。而第四档我们看到是3706的神达，那这个隐含波动率呢呈现出来表现也比较稳定的是这个橘色的台星 EC， 代号呢是037318。而第五档呢是这个1707的葡萄王哦，这个隐含波动率呢稳定的是 LZD1， 那这个代号呢是037882。那我们再看到6到10名的部分呢，第六名哦是昨天呢表现稍微比较弱势的大力光呢，在这个焦点权证当中哦排到第六名，那隐含波动率呢稍微表现稳定的是这个 MP 元大，代号呢是037161，那是画面上呈现是浅蓝色的那一条。而第七档呢是这个4915的这个智深，代号呢是这个037681凯基 JS 哦，在画面上呢是这个绿色的那一条。那第八名我们看到是 F 凯盛呢，我们看到这个隐含波动率呢表现稍微比较稳定的是这个元大的 D7， 代号呢是037919，那这个画面上呈现是浅蓝色的那一条线哦。而第九档呢是4105的东阳，代号呢这个比较隐波来说相较说比较稳定的是这个元大的 VW， 那我们看到是画面上绿色那一条，代号是720229。而第十档是这个2498的宏达电，那在这个 AA 群益哦，也就是绿色那一条线的这一条的这个引波呢来看哦是比较稳定的，那代号是037955。那以上是我们为您整理出来的这个权证，那有更详细的资讯呢请到 MoneyDJ 的这个粉丝团来做查询。